米娜桑，こんにちは，我是莉莉酱。这次想和大家分享大阪的万博纪念公园。很多人都知道大阪万博纪念公园，但是会去的人不多，尤其是在赏樱赏枫的季节，鲜少人会想到万博纪念公园。其实万博纪念公园的范围很大，一年四季都有花展，而且花展的规模不小。说到万博纪念公园，可以追溯到1970年，万博纪念公园就是1970年举办世博的地点。当年一共有7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参与，主题是人类的进步和协调，为期183天。活动结束以后，大阪市保留了一些设施，开放民众进入，是大阪市居民一个很爱去的休闲场所。要到万博有几种方法，但是比较多人选择的方法就是搭电车到千里中央，然后换单轨电车到万博纪念公园站。出站后往左边走一小段路，便能抵达万博纪念公园。不过还没有去公园之前，不妨先看看左边的轨道。由于过了这一站是分岔路，铁轨并不是分2条轨道让列车行驶，而是利用系统变换轨道让列车行驶，有点像变形金刚，非常有趣，也让我们看到这科技的发达。这条路线在开通以后，更是吸引了不少铁道迷来拍摄。往前看，就能看到象征万博纪念公园的太阳之塔，在对面的公园内。只走一小段路，通过左边高速公路上的天桥，便会抵达公园入口。进入万博纪念公园是需要付费的，但是门票不贵，成人是260 yen，中小学生才80 yen。不过园内有很多需要付费的设施，当然你可以选择有兴趣的设施。入园后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太阳之塔。太阳之塔内部几年前经过整修，也开放了，但是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入馆。有一年莉莉酱到访的时候，就真正遇到开放的那一段日子，只可惜是抵达以后才知道已经开放，因为没有预约的缘故，所以无缘入馆。先看看樱花季的万博纪念公园，樱花开满的时候，可是一点也不逊色。晚上还有夜莺。当天色渐渐暗淡，灯光投影在樱花树上，加上亮起灯的摩天轮，简直就是完美组合。到了秋天赏枫的季节，园内的枫叶转红，更是美不胜收。由于园区范围很大，不需要担心游客很多、太拥挤的状况，也可以很舒服的走动，也不怕碰撞其他人。万博纪念公园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花展，Lily讲就到访过几次，见证了被郁金香和大波斯菊花海淹没的壮举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大自然、很喜欢看花的朋友，不妨考虑把万博纪念公园纳入你下一次到关西的行程。另外，依据不同的季节，这里也会举办不同的活动。冬天的灯光秀更是一大亮点。就让我们来看看2019年万博纪念公园举办的夜间灯光秀，作为这一次短片的结尾。